莫师傅。想学整月饼？斑斓潮式芋泥月饼。潮式嘅月饼嘅一大特色就系佢嘅酥皮外层，但制作酥皮嘅工序就比一般嘅月饼皮繁复。先将40克嘅固体植物油同40克嘅面粉拆成油皮备用。另外再用剩低嘅面粉、固体植物油、菜油、水同埋斑斓汁拆成水皮，跟住就可以将水皮同油皮合体啦。先将水皮压薄，包住油皮，拆成球状，将酥皮面团压平，折三折再推开。之后卷成长条形，再切成十份。至于馅料，由于事先已经将芋头切片蒸熟，而家就可以拆碎佢啦。跟住用热水将凳面开匀，倒落芋头嗰度，再加埋糖同固体植物油，拆成芋泥馅。要做到酥皮一层层，就将佢冻高，然后压平，再包入芋泥馅同咸蛋网，拆成球体，用180度嘅热油炸8至12分钟就得噶啦。